好推介啦！經濟日報嘅投資熱話組咧，今日就係推介中星控股881噶。咁揀選原因就係咧，新冠肺炎 Delta 變種病毒擴散啦，引發市場憂慮，全球經濟活動受限制，甚至咧係會影響到復甦，避險情緒升温噶。美股星期一咧喺高位調整，預期港股短期內咧會延續震盪。咁策略咧就適宜選取咧績優股份，可以關注已經發出盈起嘅中星控股881。中星係內地領先嘅豪華汽車經銷商，年初至今嘅營運表現不俗。中星上星期就發了盈起，預料今年上半年盈利將會按年增加不少於六成。期內新車銷量達到270,000部，按年上升40%，繼續跑贏同行大約27%的增長水平。豪華品牌新車的銷量增長達到45%，再創出歷史新高。策略上有福的